많이 남죠. 시간, 是影响啊，也测量着，至少。依家呢度三度，两点嘅，依家上水三十度啊，两点几再买房，顺便都去玩单个啊，又一句。玩了幾分鐘，係咁滴汗。不過哇，我玩咗兩 set， 即係兩次啊。玩到咧，哇！我摸個鋼架咧，好熱啊！我玩到兩隻手咧都起曬水泡，上鋼都上唔到啊！玩到個鋼架熱到咧，認真兩隻幾隻手指生曬水泡。發生昨天夜晚九點零分嗰陣咧，就我屋企人咧可能冇翻嚟，行落搭啲後屘咧，去到九點零八分咧，屋企嗰個電話響咗，屋企個電話係楞住管理處嘅，個管理員打嚟就話。我就話有個屋企人咧，我哋呢度啊，問啲正正就係嗰屋企人開門翻嚟嗰陣問啲，於是我同我阿爸走落去管理處嗰個 CCTV 睇，得佢一個問啲。呢個上翻去攞手機，聽到話啲過位咧，好似有啲警報聲，啲嗰啲咧，嗰、那個我諗緊點解話啲點解唔叫消防，係都要叫啲工程人。消防局就喺附近六分鐘就到，不過最終咧，嗰個維修嗰人嚟咗嗰陣咧，嗰部 lift 就自己開翻，我屋企人出咗嚟。簡單嚟講咧，喺大堂咧搭完 lift 之後，上咗一層，即刻就停低咗部 lift， 運 lift。我屋企人就運咗四個字：九點零五分運到。九點半左右，四個字咧。問四個字，我諗俾我火燒電纜橋嗰陣，咪成電纜橋冧咗，跟住咪搞到成個屯門有啲水停電。基本上成個天上都停曬電，火燒電纜橋啦，電纜橋冧咗個 moment， 應該就係
定義啦。上到去不如即刻落翻轉頭，揾啲揾我嗰陣全面天晴嗰陣揾咗三個鐘，七點揾到十點，但我但屋企人都揾咗四個字啫。我諗緊運咗個換鏈，前幾日先啱啱開始，前幾日先整完，望到個個啲門有啲油漬，應該係冇幾耐之前已經維修過，維修過又壞。我諗緊，我真係好想調查嗰個管理處，你咩公司？大部分嗰啲管理，我覺得嗰啲全部都係老嘢。認真，依家搭 lift 咧，我係好驚咩？驚話表，你有冇諗過？當我跑完步之後，如果我唔及早飲水咧，我會中暑嘅。假如我真係脱水啊，你可能運 lift， 你運到一個鐘出翻嚟，我已經頂唔住，仲要跑15公里添。更加頂唔住啦！我連水都未飲過一滴。搭 lift 都要驚，有咩辦法？我唔想驚，但係逼我驚嘅咧。搭 lift 運3個鐘係咩感受？